绿猫 B 引擎啦，猫猫最斜五公里。哦，咁恶嘅？不过俾只猫老啤嘅佢就话，蛮有母性的。台中呢一位果农张伯，有晚开车落山嗰阵时候，就听到猫叫声，佢即刻减速，去到转弯位喺道后镜嗰度，见到有只猫追住你。行咗五公里，一睇发现六只猫喺引擎罅嗰度。你除咗只猫，就即刻捐入车底度，系咁喺度叫，猫仔都有回应噶。原来佢就系嚟救猫仔嘅。之后张伯就开车去到车房揾人帮手，先救出啲猫仔啊。但系猫妈妈带住最早被救嘅猫仔匿埋咗，而家流落街头。有街坊就希望佢哋快啲团聚啊。